那为什么没有鱼啊？底下保特瓶，垃圾，这叫做保育区，很烂的。有啦，鱼啊。上次来这边也很久之前的事情，我的地兄弟别走猴洞那一边，不然人家以为你是要去钓，去那里钓。毕竟那里是保育区，你随便这样钓。靠哟，啊，河道变哪里？哦，河道被改了啦。那是咩钓？连过去都有困难呢。我已经搞不懂为什么他这边要开启这个东西，哇，这边搞这样子，我真的高兴了。应该很难钓，那车都在旁边开啊。水又端恭喜吧。这来咬几点钱。
这种以前随便甩都有。宝玉溪呀，我靠，这是什么情形？这死掉，这个还有鱼钩哎！不对不对，这个是虐杀，这不是鱼钩哎，这有点恶劣。他给他勾这个铁丝，一定要搞要死的。关机吧，好吧。
是不一样。港西一条很可疑的溪，常年被挖，车太多了。
走吧。还这么多房子，挺漂亮的。这路也干透。不得给他砸砸死他，对呀，看你咧，脚足转动，足转动。讯号超少了。断线了，哇，0.6动不掉了。啊，我是500，整条溪这样掉下来，就只有这边还比较完整。不过这个应该还是有被挖过。好了，啊，汽车一直在开，真的超讨厌。七月再来看看吧，现在状况越来越糟糕了。溪水还是很干净。环境变得很差，又挖到很乱。OK， 那我们下午再见了，拜拜。现在都是河道被改变的遗址啊，河道。
道被强硬改变，我会陷下去。那个石头是被冲刷过的。